气讲话吗？要往国发了，来国发，来五百啊！我两边国发，我气讲话吗？来国发，四支看到五百块，来国发，有五了吗？都有了吗？今天那个几百几万上来，那个时间段，买过来在讲什么无？来你把边啊那个给我，你是莫造我的。边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。得孤茶还是啥？孤茶、欸欸。这个先不卖。好、哦，来，那个半斤半多少钱？两千八啊。半斤半多少？来一包。我等了，不要走。一包啦，一定换，一定换。来九，一包一包吧。一包是韭菜馅饼哦。那底有韭菜，都有啥？你啥都有猪肉哦。妈，你该三百该几啊？五。来，你要吃人家啊？一包了。来了吧。有人要吃韭菜馅饼吗？一百块。有人要吃馅饼的无？来一百块，来一百块，来一百啊！有啊，来你请。馅饼，馅饼啊！来两包，两百。两百。来，这个馅饼要不两百？哎，两包。啊，这里面十块嘛，这馅饼一个三块面，做好少。够两百一百嘛？哎，一百啊！有啊，那你请我，你小心保存，谢谢。真的啊！加油！加牛奶，我也要喊几块谢谢。一包是那个半斤半两的，哎，你们吃黑的，我们吃多少钱？我回去拿两只那个。那这半斤半两有啊？这有我小姜、红姜、米青菜，你这一点三五，两点七八，我还讲唔免七八。你们吃半斤半两有吧？一人给两包的，上星期几个星期啊？两包了。来两包一个啊，两皮啊，两包啊。你两包先对。两包啊，两包先啊。来，两包的。好，等下等下。好。来了六包的。三包，三包。大哥，你喜欢到搞，我搁几包过无？六包。六包。来六包。六包可以啦，六包啦。你看嘛，这边在做。我好像是买六包，这真正是超值。六包，来，六包就8800。哎，你无，大哥是六包。哎，你看，妈咪可不气？超值，超值。1280，来找400，谢谢。找找三包，最后一个上麦无？最后一个，我讲你不会有700块气价好不好？哎，百试试哦！气脚看看，今天打个气脚看看，这面条好食嘞，好食。哎，小智冲水嘛，大冇冲水。哎，你搁一个地啊，好啊。你地啊，地啊。大要大细，对个。那个。这。不是。青蛙。青蛙哦。青蛙，你地块边啊一个。中央啦。那是这个两块老婆啊。好嘞。我见我想办法。你今天白一千块，我注意条路啊。有啥物较少？认真记住，已经给了我注意条路。我玩大生活，大较重要。一个台下平嘛，这里在这。哎，这你先买一个起司猪排，剩两包。这一包十块啦，这加起司，搁加火腿，卖了你开500，开400，两个了啊，两百来了。来两百一个啊。最后一包200块，起司猪排，这包是上好吃的，无白骗的，200块。哎，200啊。最后一包两百哦，200。两包。哎，200。对。800。一包够你了，八号了。八号，哎，两包。一包够了。动作好吗？动作，动作。那这个是我们动，另外一个我们是经理，是我们的。这个鸡腿你先买回来啊。认真鸡腿啊，你那边吃，我来讲话，规矩不规矩啊？我有发四百块啦，三百来。来三百啊！有那边吃认真鸡腿嘛？三百块。认真鸡腿哦。认真吃起来啦，这个鸡腿无骨头的，三百有那边来咯。来掏钱一个啊！好了，我来讲，这个够了，这个够了。三包，咱们先来无？来一个啊！一个够了，我来讲话，你先给钱，我给几样。来啊，三包上来啊！来三包一个啊！我再招一个人给你，三包啦！来三包啊！这给你这好听，你能看得出来？美女，这次再送你没关系，我再招五个人，没有了。来三包一个啊！一个够了，来三包了。哎，三包两个啊！一个够了，三包了。哎，三包两个啊！最后两位沙发上来了，来，沙发来哦，最后两位沙发我来了，来三百啊！小姐，你包里包无少，我来讲三个人跟你做老板了，这支鸡腿你搞试吃看卖，200，唔免收，大白鸡配我给800了，来800啊，180啦，后尾这支鸡腿也拜托我啦，800了，真正好吃啦，800啊，给你好吃啊，800有哪位来无？哎，180，800，美女你要鸡腿吗？没有，没有骨头的，有啊哈，那个我马上卖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？你干嘛啦？怎么要买那么多？没啦，你不惊了吗？你人有那么多吗？你要全买吗？你哪会全买？我还后面还有三箱啊。
你也袂做伙啦。没啊，我随开卖，我先卖我的大鲍鱼，等我久的。鲍鱼要吃嘛？你开钱开800好不好？来500啊！小心哦，这一条鱼啊，吼，这两条就500，我三条卖你500，四条卖你500，五条卖你500，六条卖你500，这三条我送你来500了。来500，来一个。谢谢。来一个。来500了。谢我先去，一个你要减一条，我看看。来这个哩，来带一条给我。一个。来500。我谢。我画好了。来500块。500哦，还要吃一个哦。哎，我吃嘞。够了没啊？500。哎，500哦。500够了没吃啊？无啊。无了，无了，够了。无了，无了，够了。哦，你家讲的对。哪来啊？我是来你卖哦。啊，这来讲哦，最后我一个300上面无啊，包你。来300啊！卖了无300好了，没有了。来来吃啊！来300了，但是要讲钱啊，别。来300。最后一个八号了。来八号了。你以为是我的？八哥，最后一个上咩啊？八哥。八哥。你好，包地啊。700，来一个。我变成了八哥了。上咩十二号咧？十二号要吃200，这拢可以啊，这啊，无啊，200了。来，好，200。够，要十二号哦，200。别乱问啊。这拢可以啊，你免看，我个鸡拢上鱼，是不？鸡拢上鱼。是啊。我到六千去吃，700。有你的帝王是啥物啊？啊，帝王虾啊，我先买好无？虾啊，小弟要帮我弄一下，麻烦你一下，谢谢，感谢你。虾啊，啥物啊？1000啊？来1000哦，来一个啊！虾啊，一个1500啊！我再白大只啊，有你帮你买一个，帮小弟照样买一个。来一个啊！啊，1500两虾啊！小心小心。谢谢谢谢。我估计很少，恁看一下，啥真没事。虾啊！哦，是这虾啊，讲两万块，这大只，1000要来无？来两个啊！来，1000要吃无？只啊个二啊！啊，等下等下，恁这等下走，哎，大哥等下走，我送你物件，哎，只啊个二1000，来两个无？紧，来两个啊！我先上头了，好，1000要吃白的吼？来只，白的有哪只？来千大个啊！切，我两个啊！刚刚我来照对了，行哦。来两个啊！两个了。1500要来无？哎，你看无买买500的无？买一个啊！吃袂了，咱买500无？500最后搁一个500。好，行啊，拢来啊！来500啊，最后要来啊！伊还无来，都无。好，两个啊，500两个。啊，这是小无啊！来500，来小500，来找好。来，我买500了，你咯。进来，我先卖掉，我先上两瓶酒，来500。出来啊！来500啊！来啊！来个。我这样取掉了，够吗？我包，小弟你取掉，够了，来，来一个玻璃先啦。玻璃来了，哎，大家来了。我这啊，来，这块来到我这，我上个杨秀娥，杨秀娥这上好的，杨秀娥在这上面，杨秀娥在这上。二来，来这我上杨秀娥，这上好的物件，够两分。来，今日好啊，可以上了，我可以上了。来只，爷我来上，来收只。跟地方大是没关系。好，阿过来。五零啊，五零啊，一日上啊，一日上啊，我今天一日上。好，来。走啊。来上坡上坡去，上个拢有啦，我做两岁啦。阿姨一段都跑去后边做聚会咧，做两坡上来无？你有看到无？来只，谢谢。来。马六，这个都给了。啊，小弟啊，我见啦，这个我表示，这个，啊，这我还讲哦，无啊，你迄个超过，你现场个人超过60岁以上个咯，60岁，你个骨头一定要讲，这讲骨头，这牛奶，这全台湾是上好上好的牛奶，一罐跑掉而已。来，这上过，你有我照顾这迄个阿姨家嘞哦，这阿姨你有我先照顾者，你有超过60岁？哇！哇！系啊，无啦，好啊，我有啊，袂落边啊一个。阿姨来啊，你有货啊，我送一个。其他你免落免冰啊。都有人有货无？有货我送啊。好 ，OK 啊。对啊。你过来哦，莫过来。过来。那这样三包了。
最后这两包上面八个都无吼，你变动。最后这两包八个我给你带来。我每个钱买了一台新电脑，这对我哩哦，新价钱的三百来了。我两个吃红梅哦，这对我哩交。三百啊，老弟。这大料的哦，这放电啊，这猪。我叫你三百来。来三百啊。卖啥物？哦，三百都要红梅无？我哩要上红梅，等于差两滴啊，好不好？没那么准。啥物？红烧啊？无啦，我咧卖红烧，我咧卖红烧。来，小志，我带你去买你红烧，一个七七的。上班，我叫你来。来，客人们，好了，你若要吃这帝王蟹，放外卖，我关心吧。我变成什么咯？帅哥，你莫等下嘛，即摆小志去摸货，我等下叫东海去给摸啦。你等下啦，伊即摆去人摸货，你先等下，你下日看看我叫伊给摸，你莫你着开钱给我服务好啦。你下日看看好啦。哎，就去人摸货，伊随东海，你是你。哇，感谢你啦！你真正帮我服务一下啊。两个啊。我再搁三个。三百啊。三百两个啊。哎，三百一个啊。不阿爸玩吗？阿爸玩都无嘞。阿爸玩无啊？哎，啊，来追缴嘞。我来讲啊，你只要收三百块拢无啊。350啦。350。哎，追缴有啦，直接收起来。追缴上面啊。阿斌啊。追缴人得走就有追缴。追缴第二啦，反正你去摸。啊？对啊。你的病情。